艺文艺展，要迎来最后一支压轴的舞蹈了。让我们请上中华文化协会的姐妹们为我们带来的舞蹈《我爱你，塞北的雪》。他们希望用这支舞蹈表达对轻盈飘洒、漫天飞舞的雪花的喜爱。让我们在他们优美的舞姿中结束今天的演出吧！掌声欢迎，谢谢。欢迎。